我认识你之前，我真的搞不懂我到底在干什么。我唯一知道就是，平常家人、家里、爸爸妈妈、社会要求的事情，读书、工作，我其实都没有在想婚礼这些事情，没有这个兴趣，没有兴趣有主题的家庭，觉得每天就是好像在过日子一样。把你带回家以后，我发觉我突然知道说我其实什么都不需要，因为你在里面了。我自己觉得我今天我们没有在结婚，我不是在娶你，是因为我自己感觉说，从我第一次认识你，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，我已经娶你了。请你多多指教，谢谢。能知道说有一个人能够完成你所有需要的，我觉得那个是让我最开窍的一个时候。你把我变成我永远没有想到我可以变成的男人，突然就感觉自己有一个目标，有目的，自己知道说什么叫未来。我知道我们不是每次同意的，我知道我们经常也会吵架，可是我是全世界上最幸运的男生，因为我有这个机会跟我的最好的朋友结婚。 Is it real? Is it love? Is it everything?This is love.
Yeah.